喂，到哪儿了？啊，到了。哎，啥事儿这么急叫我来啊？咋的？是哥们儿不？必须的。是哥们儿，帮我一个忙。我不想和我那对象处了，他整天太窝囊、太磨叽、太娘们唧唧了，他就不是个男人。我一时一刻也忍受不了了。哎，你等会儿来。你这人吧，性子太急，说话老激恼的。好好说呗，咋的了？我听你妈说那人不挺好的吗？好啥呀好？哎，你说这处对象是不是得看那两个人感情合不合？那可不。他倒好，我这边不管多着急，他那边跟没事人似的。你说我跟这么一个窝囊人在一起，我这不是活遭罪吗？哎呀，行了啊，听你说话心脏病都容易犯。我听明白了。你呀，嫌人性子慢，窝囊是不？要分手。对。那你说你这事找我来，我能帮你啥忙啊？我都结婚了，第三者插足我可不干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哥们儿，想多了吧？就是帮我个忙。一会儿啊，我把他约到这儿，你呀、就按我，行不？不好吧？有啥不好啊？哎。不帮我，信不信我晚上砸你家玻璃去？哎，你咋这样呢？啥性格啊？那老话说得好，那宁拆一座庙，不毁一桩婚，这事儿哎呀不好。求你了。不行。行不行？不行。不行，你信不信我跳河？哎！行，我服了。告诉你，帮我也不是白帮，事儿成了。赏你一只烤鸭。行。哎，人来了啊！准备。来了。我说你就不能快走几步啊？啊！再磨叽一会儿，2015年都过去了。来了。阳光这么温暖明媚，日子这么有滋有味，急啥呀？慢慢享受生活呗。瞧你那熊样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男人。纯爷们儿，不信可以开箱验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能阳刚一点不？你能让我觉得你是个男人？是不是男人不在于外表，而在于内心。况且阳光这么温暖明媚，日子这么有滋有味，急啥呀？慢慢享受生活呗。哎呀，听你说话，我内分泌都失调了。来，喝点水，把失调的内分泌补回来。我怕你噎着。噎着也是被气的。生什么气呀？阳光这么温暖明媚，日子这么有滋有味。你再说这句话，信不信我掐死你？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气死我了！你又摔东西。这位大哥，能否把您高贵的腿挪个位置，给我留一疙瘩就可以了？不能，没这习惯。要你打我一顿呗？怎么会？你我初次相识，况且又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况且阳光这么温暖明媚，日子这么有滋有味，
那啥呀？你闭嘴了啊！我听你说话，脑瓜皮都给我干的。哎，我纳闷儿，你说你长这个熊样，你怎么能有这么漂亮女朋友呢？就我这么优秀，我还打光棍呢？哎，商点事儿呗，把女朋友让给我呗，行不？大哥，我知道你是跟我开玩笑呢。他就是个窝囊废，继续。真幽默。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我认真的呢。别逗了，大哥，你就是跟我开玩笑呢。哎，行啊，我开玩笑是不？老妹儿，跟哥过吧，哥有车有钱有性格，啥都比他强。看见没？还调戏我呢。生啥气呀？生气伤身体。我知道大哥是逗你玩呢。来，我们到那边坐一下。你怎么这么窝囊啊？他调戏我，你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。我真没有，要是有我就放了。你气死我了。你生啥气呀？跟这种没有素质的人生气犯不上。走，我们到那边坐一哈。站住！干哈？你走可以，把他给我留下，别走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快把刀夺下来！他敢吗？他要敢，我跟他叫爷爷。别，大哥，我不敢，我真不敢。大哥，他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不能受刺激，你这样会害了他的。大哥，我求求你了。你怎么这么窝囊啊？好，我决定了，和你就此分手。哎！他咋做到的？咋回事啊？没看清啊。没看清啊。啊、哦！再来一回。看清了吧？没事啊，你上那歇会儿啊，我打电话报警。哎，别报警啊，咱不是假的吗？对，他是我同学，我俩演戏呢。演戏？啊，演戏呢。哎，慢点。是，不，我自己来，大哥，你太利索了。那个咋回事呢？我俩同学。他吧嫌你性子太慢太窝囊，就把我找着了，合计演场戏，把你找个借口给甩了。结果俺俩真同学，看着了啊。我性子慢吗？不，一点不慢，这一块老够用了。你以为我平时我就这样慢性子啊？那不是因为咱俩处对象时，你妈跟我说你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不能受刺激，你性子还急，让我呵护你照顾你，最好想个办法呀，让你把性子慢下来。你以为我一天娘娘唧唧我好受啊？啊，每次咱俩约会完，我都一个人跑到河边，我喊半天，我心里难受，我压抑呀、啊
你不想分手吗？好，分吧。正好啊，我也省着折磨自己了。哎，你合计啥呢？这么好男人上哪找去？你彪啊！站住！没走。人家错了还不行吗？你别废话，都怪我给你宠坏了我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爱咋咋地，咱俩一毛钱关系没有啊！分！哎，这这。阳光这么温暖明媚，日子这么有滋有味，急啥分手？慢慢享受生活呗。这俩人性格掉个的，走。哎，我说，事儿完了，我白挨揍了。答应我那只烤鸭呢？哟，这还差不多。走。哎，不是答应我烤鸭吗？咋变鸡爪子了？哎，回来！哎。